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我们来看11月25号，也就是星期四的星座运势。运势最好的星座，恭喜处女座的朋友，透过规律的生活作息，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。天蝎座的朋友有机会感受到伴侣非常实质的一个支持与帮助。天秤座的朋友们呢，在工作场合的表现也够赢得大家的称赞。需要留意的星座提醒双子座的朋友，我们透过运动来健身，千万不要过度了。摩羯座的朋友跟家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意见上的不合。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的数字是9，颜色是黄色；土象星座的数字是1，颜色是黑色；风象星座的数字是8，颜色是红色；水象星座的数字是4，颜色是蓝色。